干锅训练规定严谨，一举一动都被监视。不然他听到你要发出自己原本的语，对，遇到通公司的假音，很香的。经纪人看到监视器画面说我们两个在对话，中文是谁？我们是讲韩文的啦，你啊谁？到教室都有监视器，他马上，他马上下来说你现在在干嘛？我听过最夸张的会打，他会很大力的拍脑袋，所以他们都蛮怕。今晚十点，金科生物纤维面膜小明星大跟班。您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跟您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关键的理由。民进党关中天还不满意，还想管制网络、钳制言论、消灭所有反对的意见。民进党关得了中天，关不了民心。台湾绝对不能只有一种声音，请您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。多一个下载，就多一份力量。